好，那大家有问题就可以我们这个讨论讨论这个。好，谢谢。纪中，你这个你这个不是这个行家里手吗？纪中，你要不你问的问题。哎，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刚刚 Q 我了，就我晚了20多分钟，我现在还在看这张文章。虽然我现在是在做 3D 高斯，但是我好像没有设置到这个，我先把这个机会留给其他同学吧。我现在还在看，还在看。OK。哎呀，再次说一下，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了。今天早上有点意外。啊，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可能就不是特别懂那个，就可以就大概就是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和之前的工作的主要区别在什么地方。这个它主要是用了这种显示和影视它混合的一个工作，因为它是用显示的这种点云，然后用影视的这种特征来去表示这整个3D 空间，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主要创新点。然后具体的这种网络层次的或者是原理上的创新，我觉得还好，但是可以看得出他这个工作量的深度很深，因为他会引用很多成熟的方法，所以我看了这篇文章，我的这个收获还是挺大的。就所谓的影视是他用的那个就是什么 Dino 这种，就称之为他的影视是吗？就是他的 feature。对，一是所谓的影视，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种 3D 的数据来说的话，像Mesh 啊、点云啊这种，算是显示的一些信息。影视信息就是主要是通过这种像 SDF 或者是 NeRF、高斯都算是影视的一种表示，因为它没有办法直接呈现这个 3D 的形状，它是通过渲染的方式去生成一张图片然后通过连续的渲染，让我们知道这张图片大概的 3D 样子，所以这算是影视表达的一方面。就相当于是说，你说的那个影视是，就它最终目标是重建一个 3D 的一个 mesh 是吗？还也不是，就重建不光是 mesh 是吗？就重建一个 3D 模型是吧？就是，对，它是从，对，您说。然后上面那条植物是说是这个2048是它那个图像的，是它某一个角度的分辨率是吗？然后。2048×8是指它8个朝向的分辨，就是图生成的出来的图像是这个意思。其实不不是是，这个。这个2048是一个初点始的云是吗？点云数量，然哦。后因为2048个点云数量是非常稀疏的，它通过这种点云补全的一些操作，把它增加了8倍，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密集点云，就像这个右上角这个图像一样。然后不知道您刚才说的这个显示和影视上面来说的话，就是点云数据它是一个显示的一个数据，因为它可以直接在电脑上面，可以看得到，就是人可以直观的理解。但是影视数据呢，就是它没有办法直接呈现在这个屏幕上面，它会通过一些像高斯这样子，它会需要去通过建设，然后去做一个去做一个光栅化，然后去
它生成的是一个图片，然后它不是生成的一个直接生成一个像麦西一样的 3D 模型，对，这是，哦，它生成的是个图片是吗？就是，对它。所以那这个输入是什么呢？输入是你这个乘八之后的这个点云还是，它这个输入是点云加上，在点云放到这个三平面里面去插值得到的一个特征，然后这两个方向，就像我之前讲的这个高斯的一个输入，它就是点云的一个 XYZ，然后它的特征，得到了之后，然后去求解这个斜方差矩阵，然后不透明度和这个，它的一个求谐函数，然后通过这些参数去建设到这个屏幕上面，得到它最终得到出来的图像。OK，那他得到的这个图像又拿回去做重建是吗？不用做重建了，就是。它其实没有像传统的 3D 重建里面，它最终需要得到一个模型，它只需要做的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光栅化，就相当于是它最哦，终那。生成的目标只有生成图片，它不需要生成这种显示的模型。那你说刚才受的那个 example，它是个不是感觉连续在转动啊？它是生成了所有面的那个图形吗？啊，没有，就那个车的那个啊，对啊，你这个是吗？对，他没有，他其实没有生成这个模型，3D 模型，它只是生成了连续视角下的这个图片。哦，那这是多少个连续视角啊？这看起来都挺多了，感觉已经，这个是。对，因为其实在这种那儿。NeRF 上面，它就通过连续的这个，可能，怎么讲呢？就是，它这个视角的数量是不固定的，就是你想生成多少，或者是想生成什么样的分辨率的都是可以的。虽然它，但是它不管这个分辨率是否是 OK 的。OK，哦，那这个也和感觉生成模型也差不太多了呀，感觉就也，其实就是生成模型。啊，对对啊，这就是那它这个就是我刚才可能 miss 了，就是它和那个什么就关系有多大？就是就不是就是说那个 sorry，就是那个它那个评判标准啊，我可能没太听懂，就是它这么样的话，怎么算它好还是不好？其实我看他这篇文章，他不是，不算是纯粹的使用，不算是纯粹的使用这个，谢谢，不算是纯粹的使用单幅图片，因为我看他的这个论文里面有在说，他会用在训练的时候会用这个其他图像的一些视角来去做这种做损伤函数嘛，然后。只有在测试的时候是使用单张图片，所以它在这个，它这篇文章里面是可以评判的，但是在真实的一个场景里面，如果只输入像就这只样有输图像的入，话，就没有定标准没有地面真值，OK。所以就只能 我们那个评判下面就是定量分析的话。就只能根据这个肉眼，原始视角的一个颜色来去做分析，但是其他的就只能定性的去分析了。哎，那个，就刚才流程图那里面什么 demo 的话，它是哪一步插进去的什么？不好呀？意思。就是流程图，对，你不是说它这个是用个大模型吗？就是大模型的提取特征是哪个位置啊？是在是 image 在 encoder 里是吧？是在，对，是在 encoder 里面。
用的就是在这个 encoder 里面去做提取的，它是使用的这个预训练的这个模型，Nano，OK，那对。OK，这个倒是两个倒是常用，但哎，那但是我看它那个图像来说是一个是点云和那个图像两边都输进去了。那点云那面的话，它的 encoder 是也是用 Dino 做的吗？对，它点云的这个它不，初始啊，它化不是是。用的是那个位置编码去做的，它跟它没有使这个初始化没有使用这个图像的一些信息，但是它用图像信息去做引导。那个图像信息，它这种两个输入，这两个输入是什么区别啊？就上面和下面那个熊和下面那个相机，这两个区别是什么？上面就是图像嘛，上面就是单纯的图像，下面就是这个图像的一个视角，就是去为了这个这是做视角的意思是吧的位？OK。置信息，它差不多相机外参和内参。不，相机的外参和内参，就这个是什么？是那个什么投影矩阵之类的吗？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我们最后生成的是这个图片嘛，所以它对这个是有要求的。那下面那个什么 tree plan decoder 这个是，这个是做什么的？就是去调什么？就是它那个参内参外参的嘛？就是它下面那个黄色的那个框里面，这个 decoder，其实不是，就是。它这输出是什个么？trip line 就是这种三个正交的平面嘛，然后它这个主要是为了提取特征用的，因为如果是这一步的意义，它其实就是为了提取这个空间特征，但是明如果白。是直接是在空间上面取值的话，它可能计算量会比较大，所以。用这种三平面的表示来去减少这个参数量。所以它这个是个学出来的网络，是吗？是的，是的。那，然后回来，就是它还有个回来，但它输入输出什么？输入是点云是吗？点云的特征还是？回来是指的这个吗？对，你怎么还有两个输入是吧？对，它是点云，然后点云去增加这个三平面特征，就是它把这个点云压缩成这个压缩到一个特征维度，然后与这个三平面特征进行融合。然后它这一步的目的主要是说是希望这个三平面里面去，因为三平面特征，它毕竟只包含一个视角的嘛。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操作，他希望使这个三平面特征里面也包含一些空间特征。然后我看这个论文里面有去做这一步的一个，我稍微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屏幕，我看这个。哦，对，我看这个论文里面有去说，就说他这一步，哎，那他做这一步的一些意义，就比方说。这个就是几何的一个encoder，然后他认为这样子将这个信息加进去了之后。将空间将点云信息加入到这个三平面特征里面，有助于它对这个更细致的一个输出。
哦，就是问题是怎么加的呢？它墨汁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融合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哦，这个具体的我应该得看代码。但是我认为它这个地方，看一下，主要就是，它具体的这个方法，它没有特别的这种具体参数的一个说明，但是我认为这个应该就是，那种 average i 的，还是那种什么 attention i 的，还是什么，反正就是same resolution 的那个 feature 的 merge。我没有特别懂这一部分。没事，好的，我就啊对，所以说它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就是结论它这个是速度比较快，性能的话是。和之前的苏打差不多是吧？性能的话和这个基于diffusion 的这种方法，就相当于这个 PPT 里面写的。性能的话，它基于这种 diffusion 的方法也是会，他说是也是会比它要强一些，但是它特点是速度快，因 OK。为他这篇文章的主要特点是因为他用这种 diffusion 来去做的话，它的渲染速度就是很快，然后并且他设计的这个高斯的一个是可以泛化的一个高斯，因为这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哦，就是能解释什么叫可以泛化的高斯吗？就是一般来说，这种像 NeRF 或者是高斯的这种文章，他们主要针对的都是一个固定的静态场景，然后可以泛化的高斯就是说。我去通过网络来去生成这个高斯，那个 3D 高斯所需要的一些参数，然后再去做生成任务。能再说遍最后一句话吗？就是，他去，以往的这一些方法，像它大多数针对固定的一个三维场景，就是静态的一个三维场景。但是他这篇文章，他做的是，就比方说，泛化，就比方说我做这个小玩偶，做这个蜘蛛侠，也是用都是用的一套网络去做的。那以前的话是每个还用不同的网络去做的吗？以前的话是每一个场景它需要重新训练，就是。我针对这个场景做三维重建嘛，像做三维重建的那种操作，我针对这个场景的数据，我重新训练，然后可能需要，比方说需要14秒，然后把这个场景再重建出来。是重建花个14秒，还是重新训练花14秒？就是训练加重建的过程。哦，那其实也，那想想也挺快的感觉，不是？就反正是闪退一下，相当于是这样的吗？还是就你所谓的这个重建是，是。怎么说？就是，就是它这个整个网络它没有，它是需要重新训练的。然后现在刚开始 NeRF 出来的时候，可能大概一个场景需要几分钟，但是它的效果特别好。然后它也是只针对这个静态场景的，然后慢慢我们就慢慢这个才扩展到成动态场景，或者是扩展到这种泛化性的一些输出，或者是时间序列啊这样子的。OK。
行，可能是我那个你说的那个最基础的一个方法并不懂他怎么做的，所以可能没有太听懂。那大概明白了，谢谢谢谢。好，我问吧。我也希望可以把你的问题解释清楚。我来问两个问题吧。哎。哎，好，刘同学，迟到20分钟。我刚看了一下论文，没怎么看懂。然后我先给您说一下我的背景啊，我这边是您小同行，但是生成这边的文章我是真的一点都没有看过，所以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是那个 figure，就看一下，就是那个简单看一下大思想吧，因为具体的话我其实也不知道。所以这篇文章它其实是讲了一个生成的方法，你这个生成的方法的话就是一张 image，一张 image 给了它之后，它把点云给你补出来了，这个点云是360度的。然后的话，还有一个 geom 那个它的一个空间构型是对的。然后它的 color 的话，不仅是它的正面，它的反面也填好了。然后这个360度的 rendering 是通过3D 高斯来做的。我这么概括是对的吧？是的。好的好的，那如果我不看什么 transformer 啊，什么 tree plan 这东西，就比如说我有一张照片。然后一般通行的办法的话，作为我们来说，就是我拿一个 depth 的大模型，我有个深度，我不是有 RGB，我不就 intrinsic，我不就 camera poses，那么的话，我这点云就有了，因为你有深度嘛，所以你就用点云了，是吧？然后点云一般这么出来的，而这儿它点云用了一个，它是怎么出来的？他这个地方，对，这个问题特别好。他这个点云是一个360度的一个点云，就哎，是它对，它是一怎么个生成的？无死角的点云。然后它这个点云是通过图像特征去引导这个位置编码的一个 encoder 和加 decoder 去做的，就它是个是。预训练的东西吗？他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是先训练好了一个这个点云的有一个网络，然后把这一部分固定，然后再去做剩下的这些生成，哎，那它然的后。那个 point cloud decoder，就是你说的那个点云生成网络，它这个的训练集，它是怎么训练的？他是通过这个，我看一下。它是对，通它过这自己个做研，了一个大模型出来。对，一般来说是通过这个研码来训练的，但是，你说是相当于 mask MAE 的那种方式，把点云的 mask，然后先 mask 一部分，在这个情况。是 OK，所以我们有了一个 MAE 的模型，然后我们把它的，叫成一个 point cloud decoder，于是它有了补全的能力。我大概粗对。浅的这么理解是对的吧对，？OK，那我上面这个路打通了，OK，我这个明白了。那下面这个路，我们知道 3D 高斯是一个显示的一个表达，是因为它 XYZ、它的 color，还有它的 opacity 你都看得到，然后你自己可以改。然后 NeRF 它是一个非显示的，是因为你要去每次它要去运行一个 inference，所以你没有办法很方便的改。那我就想问一下，它这 train plane，它那个三平面，它引入，把显示改成影视，它的 motivation 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好像跟我，跟我理解的这个概念好像不太一样。这你个，说因一为下你的。我理解的这个 3D 高斯是一个是也不能叫纯显示的一个方法吧，因为我理解是 3D 高斯，它是必须通过渲染才能渲染出当前的一个角度的。但是你的 3D 模型，不管怎么样，你看到 2D 画面，你都得要渲染。你是一个 mesh，你也得要渲染。对，所以它其实是主要是在 3D 高斯，主要是在这个渲染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是显示的话，你想，mesh 它是个显示的表达吧，但 mesh 和对。3D 高斯它的渲染是基本是一样的嘛，都是你看到即所得嘛。
OK，就我显示的意思的话，就是大概是，就是你修改起来很难，很方便。你想，如果要是做 nerf、做 impainting 或者去 modification，你这要死人的。但 3D Ghost 的话，直接换就好了嘛。然后的是话可就以想，用的一对种。它这个优点，为什么它要用 treeplank 去再给它多此一举？它的目的是什么？它这个 treeplank，它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它这篇文章，用 treeplank 去做，是因为它图像毕竟只有 2D 的一个信息，然后它用 treeplank 之后使它把它那个泛化到一个3维空间里面去，然后再把这个点云也加进去，就是让使得这个treeplank 它有一个3维的一个信息。然后他再去做这个 decoder 的一个操作。OK，那我们把这个 treeplane，然后想成那个东西。treeplane 为什么它会有 treeplane 呢？是因为那个 NVIDIA 之前的话发明了一个叫那个 hash encoding 嘛，它就是说是把那个把这个体数它的一个 voxel 的一个信息，然后弄成一个表嘛。但这个表可能有点大，所以的话它变成 treeplane。所以的话，我理解这个 treeplane 的话，就是一个三维的一个。就是一个 memory，然后你 x y z 它实际上就是它这个 memory 的入口，然后它会通过一个 interpolation，然后给了你一个它的一个 feature 出来，这个没有问题吧？那为什么你 x y z 都有了？比如说你有 point cloud 是2048×8，它也就没有多少点，那就2048×8，你就把这个 feature 直接扔给这2048个点。然后让他自己学，就像 opacity，就像它的 color sh 一样，那这是不是也可以达到一个相似的目的？我个人认为是，如果是这样子学的话，他可能学不出这种，因为他只有一个单图像的一个输入，他单图像的一个输入，他如果他怎么，首先他怎么去把这个特征去赋予给这个2048个点，他。我认为它只有要么是全用全局特征，或者是直接把这个特征给映射到这个图像上面吗？OK，明白。对，那下面那个 treeplane decoder，就是下面那条路，就下面那条路，你能再简单讲一讲它的 idea 是什么吗？对，我上面已经有一个 point cloud，这个我理解。下面那条路的话，它是大概再讲一下。下面这条路它主要就是做了一个这个treeplane 的，就是这个三平面的一个 decoder 嘛。然后它是通过这个图像特征的一个引导，然后加上点云变形，就是压缩了之后的一个信息。给这个初始化的这个三平面的一个 token，然后再去做这个 decoder，它这两个 decoder 基本上全部都是就是传统的这种 transformer 的一个形式，他们并没有特别大的创新，但是它我觉得它这篇文章的创新主要是在这个 pipeline 上面。然后这一部分的操作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这种网络结构的一个创新点，它主要就是一个这种整个 pipeline 的一个思想。明白。哎，谢谢刘同学，我就现在差不多，更明白了一点。谢谢你。不好意思，因为我昨天着急忙慌的把这个 PPT 做出来，然后这篇文章我理解也不是特别深入，因为我大概看了2天左右。我就没有接触过生成，这个蛮好的，谢谢你。对。我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提出了这么多那个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哎，您好，我有个问题啊。
因为我也没怎么接触过这个三维生成，就是说，哎，所以说他这个文章是不是就是说，他通过这个高斯相当于给了他一个约束，因为他那个最后生成出来，本来说把你 end to end 点云的话，可能是矩阵，就是三维空间的点。然后他这里加一个这个高斯的约束，或是不是就是加他通过高斯生成，是不是就是把它，就是你他的那个就是搜索空间变小了，让它全部都满足了一定的分布。那这个高斯会是最好的选择吗？然后为什么会选择不，就大部分大家都是会选择高斯的，这倒是。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不好意思，您能再说一遍后半部分吗？哦，就是就就就是就就是就就是他这里就是他这里就是，如果你是 end to end 的，就是如果说你不是学的，就是你不通过这个高斯的话，你其实就是相当于你就把它的，如果理解没错的话，就是如果是点云的话，它是 x y 三个点嘛。如果说按照它的这个，就是如果。嗯，如果是按照它的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六维的 future 嘛。如果就是不透过高斯，我也可以通过一个network 来学这个东西，是吗？按道理来说是的，因为他这个高斯只是把这个去点云，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点嘛，就是 XYZ 坐标上面的一个点。然后这个3D 高斯呢，它主要是想通过这种通过对。通过这种高斯的一个分布来去模拟出它这个若干个点，它我想一下怎么去解释这个。它这个 3D 高斯主要其实在这个地方主要是做的是一个光栅化，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点云，然后加上这个点，这个它。它的一个特征，然后去输出这个 3D 高斯的需要的一些属性，然后再去做渲染出来的这个图像，再去跟原始的图像去做这个 loss，然后来完成这个整个流程。像您刚才说，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就是？在这个 3D 高斯还没有出来之前，大家都是用的是 NeRF 方法嘛？NeRF 方法也是做积分，但是那个需要的这个计算量就比较大，它很难去直接生成这个图像。但是我认为这个高斯这个方法，它这里用这个高斯方法，它是可以直接完全就是很快的去生成这个图像，然后去做一个 loss 的。OK，所以他是把那个，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个点云的模型生成之后，然后就像那个 cycle game 一样，然后就是我再把那个就是就是返回到他这个原来的这个图片，所以他的 training data 是不是就是说他有一个模型，然后他还有相对的位置，然后有这个图片相对的位置。然后，所以你就可以通过那个模型，就是最后你生成出来这个模型，把原来这个图片就给生成出来，然后这样来做。他我据我所知，他这篇文章没有这么做，因为他这个模型的一个 3D 增值，他是不知道的，就是虽然他有，但是他是没有用的。他这个模型的这个输出，它主要是。只通过这个三图片的这个信息来去生成的。是啊，但是我说的是，就是你，我说的是，就是说它的 loss 嘛，就是说它这个生成其实就是说我一张图片，然后它的那个
所以它的 label 就是你刚才不是说它就是又生成了你右边那个那个小图像的那个 loss，然后是跟这个你最开始的这个图片就是进行匹配的吗？就是对比匹配的吗？嗯，我刚是的，才理是解的，错是的，了吗？是的吧？是的，是的。那对，所以它还是就是说从就是就所以它还是说从这里的一个映射，因为你说特征融合，特征融合，就你特征融合有很多个方式，对吧？嗯。对，所以它这个高斯，它这个呃，它这个它这里加高斯的目的是就是为了加快，就是为了加快这个过程，是吗？对，它是为了加快这个渲染的一个过程，然后然后减少 nerve 所需要的一个参数量，我是这么认为的。哦，好，谢谢。就是说，这就意思说，就是说，除了所以说，就是除了这个，所以它这个主要还是在速度上有优势，但是并不是说它这个会在效果上有优势，是这样。就是加了这一块。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它从效果上面肯定是不如那些基于 diffusion 模型或者是其他模型上面的。哦，好的，谢谢。哦，好了，我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就是你那个，就是你那个，就是 metric 的那个倒数第二张图有个什么 CD，那为什么是，就是你其他的是60多，为什么那个是20多呀？对，有点白，就是对，你那个最后 exp 的 metric 那边。哦，这个 CD 其实我也是看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它这个 CD 好像说的是，叫什么这种 chamfer distance，就是它做的是一个这种三角距离一样的，就是它为什么这么低？我其实也不太清楚，但是从效果图上面来看的话，它确实更贴合这个真值模型一些，可能是得益于，我认为是得益于它这个，它是单独训练了这个网络，就是单独训练了这个点云的一个。网络，然后把它固定住的一个原因吧。哦，所以按照它的 distance，所以这个 CD 应该是，越小越好，是吧？嗯，对对对，嗯。因为我认为它这个如果接近于零，它就是更接近于这个三维模型。OK，好，谢谢。嗯，不客气。哎，洪波。哎，这个小赵，然后这个就是有两个问题呢。他那个哎，他听我说话了，你知道，小赵。听得到，听得到，您说。然后就说他那个什么，就是他那就是点云那个，他是用现成的训好的 encode，应该好只是 decoder 吧？不是，不是，它这个点云其实是它先单独训练了一波这个点云，然后把这个参数固定，然后再训练整个网络。也可以说它是预训练好，但是反正是它自己预训练好的。它这个点云的话，就是说，它这啊，它训为了训练这个点云，应该就挺费劲嘛。因为它这个文章的主要目的好像不是点云，知道吗？但是说，它这个从一张图像到点云，好像这个工作好像不少。但是说，它这里是用的哪块的这个点云的 framework，可能就是它这个因为从单张图像到点云这个重建就不是那么容易，知道吗？嗯，是是，
我其实最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如果只单纯的一个视角，它确实是很难估计这个点赢。但是我看他这篇文章里面，他在训练的时候是用了很多个视角来去做训练，做这方面的这个 loss 的，就是他可能会用了一个，因为他这个物体是一个虚拟的一个三维物体嘛，他其实可以去做，去在上面取很多张图片来去做他这个，来去训练他这个点云的一个生成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认为这一步骤就是相对的简单了一些。好的，然后这个就是它这个点云就是从 training from scratch 是吗？对，就然后是这是并不容易，这个我感觉这个不是很容易，知道吗？然后它的训练好像还挺不错的，知道吗？对，是的，就是我因为我个人认为是如果是他有很多，就比方说我有这个物体的很多张图片的话，然后去训练这个，我认为其实，也不算太那难么难，了，不对，算太因为难，类似工作好像是有的，好像是有对，然后是就有是对，然后它是从点云这个到这个 trip line network，就是从点云然后做一个convolution 是吧？然后这个是做，然后最后到了这个 trip line decoder 是这样的，好像是。对。对，然后这个就是等于投影到这个不同的这个在投影的在上面投影到不同的方向上，然后在每个方向上就是做投影的感觉是。是的。然后它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为什么比这个NeRF 要快呢？是从最开始的高盛就最开最开始的几页 slide 你讲的好像比那个 NeRF 确实要快。为什么比那会儿快呢？我是认为它是，因为 NeRF，我找一下前面那张图，因为 NeRF 它是在光线上面做积分，然后它对每一条光线，比方说我有512条光线，然后512条光线上面还要取多少个那个参考点，比方说。再取64个参考点，然后这样子，然后每个参考点上面又有什么512二维特征，然后这样子，它使它的一个数据量是特别大的，因为它是在光线上面去取样。高斯它是直接在这个空间里面去生成这个高斯的一个分布，然后是光线在这个高斯上面去取样。我认为这个工作量就已经减少了很多这个参数量了，然后在这个映射，就是在这个渲染层面上面来说的话，就是它也是会，它是因为它是计算这个高斯球它相对于这个渲染平面的一个距离嘛，然后去做一个叠加，这一步也是非常快的。他的意思说，就是说，好像我感觉是那意思，就是说，原来是说好多束光线是吧？好像才能组成一个高斯球的感觉。他现在就是一个高斯球可以代替好多光线，是那意思吗？感觉？不是，就是原来是好多个光线组成一张图片，然后每一条光线上面还有若干个点，然后现在是一个空间直接由高斯球来去模拟出来，然后这个积分，他们就比方说两条光线或者是3条光线，他们可能用的是一组高斯球，他们只是位置不一样。
对，我就说呀，就说你比如说那最右边那个右下角那就是，它那好像是我不知道是几个高斯球，它是一个高斯是一个高斯一个高斯球还是多个高斯球呢嘛？但就是说它光线的话，就是说可能是看好最右下角那个是高斯球的话，它是每一个小柱状体代表一个高斯球是吧？嗯，他其实我放这张图，其实是我觉得他是把这个高斯建设它这个渲染的过程那个表现的是比较好，它的这个柱状体其实是一个投影的过程，那这个高斯球的还是应该长中间这个样啊，你真正高斯球在长成中间的样子，那就是说，啊。就是中间那张图，就可能代表好多光线的集合。比如说中间最亮是吧？那光线强，就旁边的光线旁边比较暗淡，就是这个光线比较弱，就是它是从一个感觉是不是从一个点就一个点到面的这种变化呢？我看一下这个，我可以稍微画一下这个图来去表示一下。比方说，这就是另外一束光线，然后另外一束光线，它们可以，这个高斯球其实它高斯球相当于这个上面的采样点。主要是我认为这边的一个采样点，它是在一束光线上面去做多个采样，但是我们这个在 3D 空间中生成的这些高斯球，我们只需要，对于每条光线它们做一样的做相同的这个操作就可以了，就是把它赋予给最终的。这个平面上的某一个点的一个颜色。嗯，对，对，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高斯雷顶它这个它那个颜色的话，就是从像素也是从像素值采过来的是吧？嗯，它颜色就是像素值。颜色像素值是吧？嗯，对。对对对，XYZ 它是一个三维高斯对吧？是吧？哈。嗯，对对，三维高斯。三维高斯，那就是说你有点云了。点云的话，就是通过这种变换关系，可以变换到这个三维高斯，就等于说三维高斯，等于说三维高斯和点云做了一个中间做了一个操作。嗯，是的，是的，像这个三维高斯的这种方法，它初始化就必须需要这个点云的，就是。因为它有 XYZ 嘛，对吧嗯，必？XYZ。须要有这个 XYZ 的但 NERF 的话需要点云吗？，NERF 就不需要点云了。NERF 是相当于，它相当于是把这个整个空间化作成这个像 voxel 这种形式，然后再去做积分的。啊，那就是 NERF 的话，就比它要灵活一点，感觉会，就是量大，但是灵活一点，因为它不需要点云的过程。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那这就是这 Gaussian splitting，因为它数学的 formulation，它可能比较严谨一些，它需要 XYZ 呢。然后这个 NERF 好像不需要 XYZ 这套东西来。对，但是如果是只对比这两篇经典的文章的话，只能说，其实感觉。这个高斯建设会更合理一些，因为，对，因为他知道是三维信息嘛，对吧？他知道三维信息的，他比较严谨，感觉。但是他这个三维信息也是通过这种，就是只对比这两篇文章，他们做这个多视重建的话，他们这个三，他这个，他这个 XYZ 的信息也是相当于直接用一个三维重建的一个方法，像那种 CoMap 一样，然后去推理出来的。对，是，那这是。但无论如何，如果你想用 Gaussian splitting 的话，你必须知道 XYZ，否则它没法用这公式。嗯，是的。
对，就是你，就是你，无论怎么样，你输入二维、输入三维无所谓，但是你得有，但这都有 XYZ，你怎么得到呢？是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没否则没法用的公式，就是。是的，是的。那关键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NeRF 好像不需要这套东西，NeRF 就是说根据任何的一个，因为 NeRF 以前文章好像也是说，也是输入二维图像，然后二维到三维的是吧？它是假三维，感觉是假三维的感觉是吧？它没有真三 XYZ 的那套东西，只是给你渲染出来的是吧？是的，所以刚才那个，一刚中。才那个同学说的这个，他说这个高斯是一个显示的，当时跟我的认知好像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两个都是隐式的。嗯，是啊，对，对，但反在正。NeRF 的话，在 NeRF 的渲染里边，好像不需要有 XYZ 的过程，是吧？是从小方面来说不需要，但是从大方面来说，它其实也是在整个空间上面去采样，它还是需要这个空间的一个 XYZ 的。那你的意思说，就是我根据二维图像在去做 NeRF 的话，也需要。不把 XYZ 拿出来，不拿不出来的话，这个他也没法做光线模，对对，吧？它在上面每条光线上面采样点，这个采样点的 XYZ 其实是有的。啊，那就是说你无论怎么做吧，你即使做 NeRF 的话，你的 XYZ 也必须拿到，你不拿到的话，NeRF 也没法做。那它主要还是就是你做 NeRF 的话，它也是有一个需要这个相机外参和内参的，它其实也可以，就是也是隐含表达这些东西的。对，就是说你必须知道是这个场信息，或者说更现实的三维信息，或者是场信息，你必须知道这个东西。你不知道的话，那会儿更没法给你渲染。我认为是这样的。啊，那其实这两方法差不太多，这一方法可能快一点，就是说，就是这个 XYZ 必须得到先，对。是的，是的。对对，就是你后面那个 M 等于几，它是。m 等于负二到 m 等于正二，这什么意思？没得看懂。哦，这个吗？这个其实是它这个球形函数的一个表达。然后这个，其实这个 M 应该是一个方向吧？M 应该是一个方向。然后它这个是它这个系数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平方值吧，就是一个系数的，就比方说它等于二，它就有六个5个小球，加上3个小球，再加上1个小球，就是9个小球。然后这个 M 应该是一个方向，它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东西。啊，方向，几个方向，一个数量，对吧？对。嗯，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 Gaussian splitting 更流行了，就是说因为速度很快，就是感觉。因为我最近看的文章好像这个 NeRF 都少了，就比方说，就基本上慢慢的被这个高斯取代了。就特别在做三维的时候。对。的那个，那你如何认为这个diffusion 和这个区别？因为我当时其实在找有没有这种 3D 的 diffusion，但是我很少，我之前是看到过这样的文章的，但是我又想找的时候又没有找到。像 diffusion 它主要是，这两个的原理好像完全都不太一样。diffusion 它主要是用于从曲照的这个角度来去做的，然后。它这个就 diffusion 相当于一个暴力拆解，然后但是这个高斯它好歹还有一些这个物理的意义在上面。对，高斯确实有物理意义，就是说这个，对，其实高斯也是感觉好像模拟光的感觉，你知道吗？我感觉好像模拟是光，的，因为是差不光多本的。身也是好多高斯分布的，也是。
是的，是的，对。那就是他从 NERF 里面改的，改进了一些。对，那会儿本身就从有点从光学启发的呢。是的。对，那这个对，diffusion 和它这种桥梁可感觉不是很容易，感觉就是。就是不是一个赛道，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文章是像他这篇文章对比的这些方法的，都是基于这两个方法都是基于 diffusion 来做的。哦，那 diffusion 的话，它那不三，那 diffusion 没有三维吧？但是他是他他他他他对于这种生成图片，他去做 diffusion 也是可以的嘛。啊，你是说生成之后再做 diffusion？因为这两篇文章我还没有细看，但是大概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认为。啊，它是就是也是那是 NERF，那是 NERF 文章是吧？从 NERF 之后。再做 diffusion 是不是那样的？他是不是？他其实算应该是算是算是。就是这种 diffusion 的文章，然后他是做这种生成模型的，啊，生成，但就是它里面没有，它不是三维生成，它可能是二维生成。对，他只用多个二维生成，所以可以看得到他这个空间一致性的表现不是特别好。它就生成很多次这种二维的这个图片，是的。就是一直在往上生是的，成。对，因为它没有正三维信息，所以它就是一直就比较耗时耗力的那种，一直往下就是来回生成的感觉，就是是吧？对，它主要是这种，就像这种大模型的一些东西。对，但我感觉 diffusion 最后可能会打败一切的嘛。是，对，那期这待有这一天。个对，因为这个其实 diffusion 本身也是物理学启发的，因为是的。diffusion 本身就是很多自然现象都是 diffusion，比如说墨水在水里的一种也是 diffusion，对吧？那对，它就都，是一个概率函数嘛。对啊，它就是也是一种其实本质好多东西最后本质都回到了物理学的，我感觉。是 diffusion 其实很多年前的话，也是这个火了一阵子 diffusion 的。我当时 diffusion 的话就是那个 stochastic 就是那个叫随机过程那套东西。对，随机过程以前这个。啊，在数学界好像非常火的嘛，但是后来就那数学家研究了，没什么结果，结果现在被这些 computer scientist 拿起来用了嘛，拿起来用这感觉好像很好用的。是的，这主要是计算能力上来了。对，计算能上来了，以前一数学家一直在搞证明，是这证明了什么东西出来的？对啊，这也是就是那个。啊，diffusion 好几年前我就买了几本大书，全是讲随机过程的书呢。我那个随机过程的全是很理论的数学书，就大部分都在证明的。对，但现在回头看看，那其实也是 foundation。但无论怎么样的话，就是这个其实他们都是最后最根本上都是数学和数学可能是物理吧，数学是描述物理现象，但我觉得。那 diffusion 的话，我能把 diffusion 和这个光学结合起来，我觉得可能这个就将来是这个三维的，可能挺不错的方向的。diffusion 这个diffusion 和光学结合可能确实不太容易，因为 diffusion 本身有点随机呢嘛。那是的，光学在至少在这个 NeRF 或这个Gaussian splitting 上面，感觉它是不是随机光学？随机光学的话，就可能到微观了。随机光学的话，就到了什么那个量子光学上去了。对啊，如果 diffusion 的话，diffusion 就有点叫 stochastic，就是那个
叫随机过程。随机过程其实本身就是有点和 quantum 有相关性的。那在这个要因为在光学的 classical optics 这个就像 NeRF 那种光线那就那个 ray tracing，那 ray tracing 是deterministic，不是这个stochastic。那 diffusion 是 stochastic。Diffusion 对，stochastic，因为和这个正好它和 NeRF 是一个相悖的，他因为说那这他个也可以对。用这种随机性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个，现在还没有一个完全的这种统一的一个范式，但是我相信这个还是未来可期的。对，如果能把随机过程和这个 ray tracing，因为它最后的我觉得都是物理现象，那神经网络我觉得也是物理现象，神经网络也是说人们瞧了瞧这个自然进化出来这个神经这边给神经元它可以 work，也是从observe 这个物理现象来琢磨怎么去描述它或者 model 它，人们这个尝试了好多年做这个做严格的数学定义，一直没有结果。也是因为这个人类确实没有能力去 model 它，最后就是整了这么一个 backpropagation 这么个套东西来，那么这个逼近，好像人类是不是可以 work，那么基于人类目前能力呢？但我觉得这个能够把这个回推到物理学上，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个 NeRF，我也很惊讶 NeRF 这套工作。其实 NeRF work work NeRF，你在这领域中，你知道 NeRF 在过去3、4年、4、5年中出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其中的话也做在加拿大，好像做 NeRF 做了好几年。感觉也确实是最近涌现的工作特别多。对，因为这个，其实那会儿本身挺惊讶的，他这也是说，这个研究的人是有物理背景的，他是去完全是物理启发的。就是他的这个工作量还是挺大的，但是，也确实就该出来一篇这样的文章。对，Gaussian splitting 感觉好像更前进一步，对，不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文章，非常谢谢。我也感谢平台，让我好久没有这么细致的看篇文章了。哈哈哈，谢谢。那这个大家押押成语，我们大家还有这个问题吗？啊，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对随机过程很感兴趣。对，随机过程这个以前那个很火了一阵子，然后都是好多数学系、物理系在做。然后这个被机械系的人也有机械系或者是也有一些搞这个东西的。你如果去这个 Google Scholar 去搜这文章的话，你会搜一搜很多的嘛。但是他这文章好像就是没有出 diffusion 的话，diffusion 的 term 大概。也挺老的 term 的，但 diffusion 的话，好像就被突然就被拿出来用了，你知道吗？拿出来用了，并且发现非常好使。现在主流的这些 framework 全是 diffusion 这套东西出来的，所以就很是的。惊讶。他们这些物理，好多人这种物理现象，他就其实是其实本质都是从物理学来的。其实这个能把这个物理学这套东西拿出来用的好的人，我觉得是去是会成为是就是这种潮流的引领者呢。是的，那学科之间还是要交叉。对，是的，对，哎，那我请教一下，那我待会儿请教一下红罗那个关于学习随机过程啊，这个我又是很有兴趣，但是我都是学的，3天打鱼2天晒网。哈 呀呀，客气呀呀。那红包，成语文字还有问题吗？
大家还别动，大家还别的问题吗？好，那再次表示感谢这个那我们这个那回头再见，拜拜。好，感谢大家。好。